是南宁波的一个品牌，啊，这是他负责人。他的衣服质量很好啊，感觉啊，他这衣服做的精细啊，然后这他这衣服做的，嗯，你这个是在宁波做的，对，我们是个工厂，你看这手工的话，对，非常精细。我们做一个品牌做的，你是机器做还是？机器做，就是。